彪悍的人生需要音乐。大家好，我是音乐一只彪。前一段时间抖音被一个帅哥霸屏了，他翻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，因此很多网友表示已经中了他的毒。更彪悍的是他把彪哥的表妹也给圈了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小哥哥翻唱的几首歌曲吧。我们能不能不分手，亲爱的别走，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，难道你就不会心动？我祈祷拥有一颗痛。这些翻唱歌曲之前总是不温不火，却被小哥哥给唱火了，惊喜总是来得猝不及防。初闻不知曲中意，再听已是付费曲。不得不说小哥哥的强大，小哥哥的成功和对音乐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是分不开的。祝愿小哥哥在音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梦游，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自由。小声的花伞还落在你家，你眉间如花，我浪迹天涯，为我泡杯花茶，和你有些不搭，气氛开始有一点尴尬，你腼腆一笑竟如此。你被小哥哥圈粉了吗？请留言告诉彪哥，喜欢彪哥的朋友别忘了点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什么时代早已经不想回家。